挂帅。我们是要挑座吗？那我算一下啊。师傅，岳哥，炳哥，栾哥，孟哥，周老师，嗯，差不多，差不多。我就介会儿。哎，特别好。你为啥坐这儿？辈儿小啊。辈儿小，没有往中间坐的，这都是给师哥们的位置。所以说，万一打个下手什么，还能有个地儿。对，这个位置就不要有人跟我抢了，好吧？你爱是什么是什么。行吧，龙哥。就你一人，就我一人，然后就是选座是吗？对，选座环节。哦，这个，我就这儿了。我觉着这肯定是领导吧，于老师。我就这手吧。我那儿，这肯定是中间那个，我没看错吧？我就这儿了。哎 ，AKA 德语断头台。哇，偌大的桌啊！就戏。啊，坐这儿好吧？好，这是他落一镜头的多呀。还真直白，那你看看，还真直白。五环。哎，兄弟，岳哥，师哥，哎，这怎么做呀？这座肯定有讲究。我觉得你挪挪，然后这儿你坐，我坐这儿干嘛？这肯定是师傅大爷坐的。师傅坐中这儿还不行吗？于大坐那儿还不行吗？哦，你就得按师傅坐。高老师坐这儿啊，你也挨师傅坐呀。那于老师往那儿挪，于老师坐那手就完了呗。也行，坐着就不能换了。行嘞，都俩站着吧，站着吧，别想了，啊。不是，你俩先坐下，要不然小月把你这俩又挑了。不是，不好坐呀，这个这么一算完人数不对呀。不是，反正进来就坐吧。哎呦，这椅子太烫了，我现在觉得慌张。哎，来一对儿。哟。说我不是小鲜肉，但是我聪明。当年的黑着呢，那种我白呀、啊。这怎么意思？这选座，这有奖。那坐镜头得找镜头直接面对的地方、啊。那你就坐这儿吧，师傅坐这儿，你坐这儿。行，好。哎，我完了。漂亮，行，漂亮。张鹤伦明眼看着，这也是师傅于大爷。对呀、啊，这边呢，他栾云平啊，这爱徒挨着呀，那边人小月呀，对不对？哎，我这儿徒得坐这儿啊，你就坐这儿，你师傅坐哪儿？这个干了，这个、哎、这家宴，人郭老师家宴，他坐这儿还真是他真是挺好的。那我这么着，我找一别地儿，屁股一张可就不能换了。别，我是帮我师傅悟。轮，除非你有能力，
把所有机器都挪这边来。我挨个磕头去，好不好？朋友们，机器，哎，机器往这边走，这边走。但是并没有人理我呀。我要早知道他抢这儿，我就不坐这儿了。不是，对不对？我就不坐这儿，挨着他干嘛呀？对不对？伦儿，给你个机会。好啊，你一会儿可以站起来，不管谁来。你争取让他们坐这儿，你就能换。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看你的能力，坐好，坐好，坐好。哎，哎呦，张九龄，我们要看比哥吧？岳哥，师哥们好。郭德纲是我舅舅，我提过吗？哥给。没人理我呀。怎么做呀、啊？这个现在让咱们选座，咱那边坐那边，我俩坐那边。您坐这儿，哎，我坐他边上，那咱俩一边一个，多懂事儿。人家是聪明，坐下吧，坐。我觉得这边不是什么好位置。盘他。辞旧迎新，过年了。小妹儿，小妹儿，让你坐这儿吧。找地儿坐是吗？找地儿坐，随便坐，随便坐。指派，指派，指派。不，我不坐，我不坐那儿。我不坐那儿，我不坐那儿，我不坐那儿，我不坐那儿。小妹儿，小妹儿，小妹儿。不，这是雷，哪有雷呀、啊？我骗过你吗？这是张伦的，别占张伦地儿啊！你别走，别走，听我的，坐一下就行了。孟哥，啊，孟哥，啊，坐一下就行。啊啊啊！别来这套。不会吧？不是吧，三儿？那个位置真的没人坐了。我呀，就帮师傅误，一会儿师傅进来我就起来了，真的。师傅还指不定坐哪儿呢。师傅不会坐桌子上。哦，心里开始噔噔的了。这样行吗？这样坐？不是，他那身小月的。对，你先起来。坏了，行，来了，师傅，嗯，师傅，哎，师傅，我给您捂得热乎乎的，温度正合适。哦，那就好，温度正合适。不行，师傅啊，先不能坐，不能坐。别，他已经，他来了就坐这儿。你师傅，我帮你吹吹，干干净净的。来，坐。哎哎，正合适，正合适。来，我这手，高老师，哎，来上这边来了，那边哦。哇，这是什么？哎呀，我看见这个我很感慨，真是的啊！儿子，痒痒挠，不是，不是啊，摊煎饼的啊！今儿个让大伙儿上街，开心不开心呢？开心，意外不意外？怎么开心？太意外了！这就叫啊，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当然了，也是为了让大伙儿快乐快乐，嗯，开心开心啊！为了庆祝一下，我觉得咱们做个小游戏好不好？于老师给他们讲一讲游戏吧。哎，你们还记得你们师爷有一个小品？打扑克。嗯，用名片玩，这行吗？小的时候没扑克，咱拿粮票不都玩过吗？我先给你来个小的，说一个副经理，管上经理，管上总经理，押上董事长，管上秘书，管。哎，咱们这个规则差不多跟他类似，打的牌呢也是跟他类似。我们一共有34张牌，每张牌
都是在这一季里边出现的人物，有四张牌是特殊的牌，这个是要由你们来抽，出谁谁管，管的同时必须讲出来管他的道理，为什么管能管得上，对方还得服，如果对方不服怎么办，我们有国际裁判，哦，有请国际裁判，这是国际裁判，国际裁判是这几个冷板凳队员，其中还包括岳云鹏老师，到底是管得上管不上，完全由他们来决定的，出牌的时候必须把你们手里的钢镚压上，你们想压几个就压几个，如果输了他们的钢镚就是你们的，另外我还要说一下这个惩罚的问题啊，对，咱们团综开录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在微博上都发了一个自个儿的立誓的一个 flag， 记得，这个既然是立了就要完成，咱们这样啊，输的那个队必须要派一个人来完成好不好，派一个人，那咱得先数蹦吧，得先蹦蹦吧，91吧，91吧，你们多少，130，他们多，那你们先出吧，好，行我们少，我们先出，那我分牌吧，洗好了吗，洗好了啊，这样可以发吗，可以没问题，我们相信你，看，好吧，行嘞，哎呦，小点声，哎呦，哇，嘿，快抽一张，来，这是特殊牌啊，特殊牌，来，行了，你们交了吧，你们投了吧。哎，我还有一规矩啊，从出牌开始，下一个管上的必须在20秒之内。如果20秒之内你们不出或者没商量出来结果，视为这把就输了。那我们的牌有点那个，说我们北京话有点碎，我们的牌。悬了，一会儿悬了。那裁判往这边站，这边赢了啊，估计。我直接抽了一个王炸，绝对王炸，咱且不出这个呢，那当然了，这得留着压死他们的牌，哎，按字码的，对，哎，对，这算炸吗，你们先讲你们为什么，其实你们亮着就行，咱可以管，这算炸吗，然后我们来追问，这怎么先来小子，这炮灰一样，他们很难拿呀，不，他们管完了你们也可以再反管他呀，那必然是先出小子呀，对呀，来出牌，快点，你们钱少，你们先出，咱一个一个说，别乱，这俩算一个属性，就34那么个意思呀，对不对，这俩人家怎么也得勾嘎的那么个意思呀，对不对，我着急了，裁判不行，裁判着急了，你们来吧，快点，哎呦我去，来吧，先下辈儿，等会儿，别不整，不能下那么些个，实在没有根呢，咱还能管他们呢，我就咱先搁五个，咱先试试水，来出牌，快点，可以出一对儿是不是？可以，来吧，啊，去你的，对，二响，高小贝、刘小婷，对呀，你们拿什么管？这俩怎么解释呢？没法解释，他们管怎么找输呢嘛？这不，对你管他没法解释，咱不如啊，就用他跟他怎么样？20秒啊，20、19。哎，这样吧，不动那个，我跟你说，就来这能解释，你别动这个，这都王炸的，这能解释，6，这怎么解释？打的是一个包头那大哥和那个沙滩上那狗，这不行，绝对不行，这个。我跟你说，你这叫侮辱人，知道吗？那是，那怎么说？这是我们俩徒弟，怎么了？再给你20，你养狗吗？再给这什么你？滚吧！你别，可以了，回去我给你捏碎了，你信不信？我们俩给你捏碎了，你信不信？得了，让他解释，他说的明白就可以。就是这大哥带着那狗，你这俩得哪也打不过呀，对不对？不是打不打，是管。行，那给你们5个倍，真是。我心里是叛徒，你没火的你啊？哎，那我们这些牌还可以出吗？出毛线！我还惦记拿狗咬他们呢。狗管上就难，这一个金毛出，这俩师傅都成狗了。你，这个做的对，
知道吗？这就田忌赛马，知道吗？好，我们继续说，刚才打的对儿。哎，哥，这好管，打单打对儿啊？打对儿啊？肯定打单，慢慢玩嘛。哦，行，这我就是这，这行这行，这可以。那个，来倒计时啊！哎，先说压多少？你们三，你说压是量吧？咱已经量。钢棍儿，是先直钢。来，侯震老师，我吃死你们！谁能管上？除了韭菜盒子能管上。这帮哥，对对，他说的对，他说的对。师傅，您就别替他们出主意了。我离得近啊，离得近。来，我们先，我们这儿十个啊，我们管上了。谁？孔云龙，孔云龙。哎呦，你们输了。哎，我跟你说说，他不开车吗？我们拿车自残。哦，这不通，这个对，管上了，管上了。不是，这个是师傅的亲信啊，我们就撞他亲信。撞人还管亲信不亲信？看不见，管不了许多了。因为这个孔云龙他魂不吝，知道吗？他管你是谁呀、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知道吗？拿过来吧，哎，是吧？该你们先出了吧。对方出了，我们先出。出一这个，贾乃亮，咔大。腕大知名，也算师傅的这个综艺上面的徒弟。哎，我徒弟，对，你们算叔辈师兄弟啊。嗯，十个，必须得这个，没别的了。行，那你来上。哎，敢咳不敢咳？曾毅，曾毅老师，为这个节目人都负伤了。对，哎，不光这个，你那再横你也得溜下赖。我告诉你，什么叫溜下赖？什么东西？他唱的哥们儿溜下赖，溜下赖。问的是我们这算师傅徒弟，你们有没有同属性的？如果这算师傅的徒弟，从这角度说，那咱得尊重嘉宾。弟子也不挨着，不是你要正经不下呀？不是我这儿还有裁判。就是如果说贾乃亮赢的叫管不上，如果曾毅赢的就是管上，然后大家可以举牌。来吧，三、二、一。啊，都管不上。都管不上，那还说什么呀？那我没话，拿过来吧。哎，来这个三，这个和这个，对，三个，还是十个？什么？三条鹤：严鹤祥、杨鹤通、曹鹤阳。好家伙，我那二十，十九，对，来，仨流量，谁？周九良、秦霄贤、王九龙。哎，一个流量就够了。一个就够了，一个就管上了。哎，我弟弟这包不错，不错，包不错。你这个德行，这个呀，哎，各位，这管上了，这个拿走吧，输了别跟人家管。我们还可以管吗？接着管吧。可以，能接着管。这得拿个狠点的了。加不加注啊？加，加，再加十个倍儿。炸，四个九。上九溪，杨九郎，张九龄，何九华。哎呦，四个九，这你们有没有？岳云鹏、孙越。哎，这不算这个，过分了。这不算这个，这玩赖了，哥。我去，这炸！这是上过春节联欢晚会。这七张全废。有点激动。行了。别使相了，亮子，什么岳云鹏、孙越，师娘，亮子，给我拿过来，师娘，拿过来，你们拿过来，哎，可以了，这是本金，这没出的，这还得留点，没有师傅的听师娘的，你这玩意儿，师娘来管我，我才开心呢，太谄媚这个玩意儿。等会儿，放下，放下，还有能管师娘的，你疯了？能，还真行，还快说，使用口诀陪伴了我们两季，鼓励多，两季总冠名谷物牛奶内行品牌，养生健康第一，聚会多能管，工作劳累也能管，熬夜创作也能管，通通都能管。赞助商还有张牌。我师娘最爱喝古力多。哎，不对啊，不能说全管。那我们不管了，那没人管。对，拿着我查着。一点一点见面，拿他管师娘，你疯了你？那接下来是刚才咱们胜了吧？哎，该你们继续了。哎，我们五个倍儿，好不好？不玩，五个不玩了。五个有什么好玩的？至少二十。这，那我们这么着吧。我们一把你们那全堵了，你们还剩多少个？来，可以，不比蹦多吗？你笑呵跟我说话，你老黑脸你不知道吗？人网上老说你黑脸，你不知道吗？
你笑，你别乐，玩你玩你玩不玩？玩玩玩，多上点多上点多上点，这二十行吗？行，不完了吗？来，李雪琴，那小妹儿啊，你哪小妹？对啊，孟鹤堂，她嫁给孟鹤堂了，有点亏得好，我呀，打了，不行不行，我刚才就说五个辈儿吧，你看干嘛？你老拿黑脸这事儿，你说什么激我们？不得给你破破吗？这玩意儿，不行不行不行，孟鹤堂为什么能管上李雪琴？她最后嫁给这个嫁给孟鹤堂了，现在都叫嫁给人，现在都得听媳妇儿的话。哎，我还真听不了他的，孟哥出牌了，听不了他的是吧？啊，那我出去你肯定听。栾云平，哎，我还真不听他的。栾云平叫什么玩意儿？栾平，我是栾平副总，管不上，总队长，管不了我，这都船上哪是副总啊？真下本啊！不是，那也得管。你弄什么副总啊？他是我队员，知道吗？这不行，这在船上这是个垃圾啊！这就是，这不行啊！栾平怎么能管着孟鹤堂呢？垃圾就扔了。当然你别扔了我，是不是？都快杀青了，我这还有用吗？栾云平可以管上，可以管上。哎，烧饼，我菜死栾云平，我能管吗？能不能管？管不上他，你管不上他，你承认？我管不上来，我黑脸，我还黑脸，他管不上。这会儿他管不上了，这回玩得起了吧？这回玩得起了吧？从没赢过，从来没赢过，管不上，管不上。烧饼算个六啊，管不上，烧饼肯定管不上。上，我也希望他们投的票，我到底看看他们风向在哪边。你们想好以后下船了的啊？评委觉得烧饼能不能管上栾云平？你得看栾总现在的规矩，哎、对。三、二、一，有停。听月哥的，听月小月，你，哎，我死了，我死了，别黑脸哥，别黑脸，就差你一票了啊！你说吧，还是听你的，没事啊，你就一句话了，你实事求是啊，你实事求是。对，我觉得我在我心里，我觉得烧饼能不能管上栾云平？对，能管上，能管上，不可能。哦。太逗了，这个该你们还是你们出，你随便出一不是人的，对，出一狗，张九南，二十倍，张鹤伦，张九南的队长，他管不上，管不上，张鹤伦算个六啊，他是谁呀、啊？他是，真是不，这队长肯定是能管上的，对呀、啊，对呀、啊，那把那个二十给我们拿来，不，他们还出不出？有没有管上张鹤伦的？哎呀，这管不能管，管张鹤伦浪费了，这张太好管，我都觉得我没有资格让他管，不，这不行，真的管我太浪费了，那管吧，好家伙，张鹤伦算个屁，郭麒麟，我的妈呀！他师父于谦，哦对，还有我呢，于老师拿过来，还是你们先出，出十个棒啊，十个棒我们出啊，鼓励多啊，啊，这我们管不上，确实管不上，管不上，给我们来十个，拿走吧，好嘞，管不上，还是你们出，该你们先出，你们说压多少，先出牌压棒，梭哈吧，梭哈，好，梭哈。他就剩一张了，还不梭哈？啊，玩不就玩大点吗？是玩吧，好啊！嘿，跟谁叫板呢？他最后张应该是师傅。我们就学这个，哪个能管着我们？我们这是王老爷子。王老爷子？对，于老师的父亲王老爷子。没听说过。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嗯，是有这么个人。哎，是有这么个人。我看看，管不管得上？这太可乐了，真叫王老爷子吗？还有我的照片。我的照片，这个不合适，这得尊敬，得尊敬啊，得尊敬。那换一张，别换一张，不合适。我也很好奇，有人能管上。那我们重新来啊，岳云鹏了，又岳云鹏，怎么又有岳云鹏啊？因为我们有两张岳云鹏，俩岳云鹏，来吧，缩了。哎，岳云鹏这破人都上来了，哎，谁能管上我？您看看，哎呦，这人叫郭飞扬。等会儿吧，我们还有宝呢，还有谁呀、啊？还有爸爸，郭德纲。
管不上，那也得听郭汾阳的。对，这个得让师傅判，师傅自己说，得说是他们赢了，得说是他们赢了。多新鲜，那必须得爸爸赢。我现在孩子小，你得宠着呢。两回事，规矩是要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时候师娘上才好呢。哎，对呀，师娘上早了。第六、啊，管师傅的只有师娘。对，行了，早都是王炸给炸出去了。哎呀，太开心了啊！哎、好好玩这个，笑得我头晕，我的妈哟！本来呢，就每个人每的队结余多少，除以十，就是明天可以加在自己的辈儿上。但是都在一块儿，现在都在一起了，那要不就算了，算了吧，都不加了。这游戏挺好玩的，公平。好嘞，这主意挺好，这比较讲理嘛，对吧？进来吧，开会，快点的，自个儿找地儿坐啊。我坐这儿，我坐最边，坐最边。哎，来人了。哎，哥。哎呦，岳哥。岳哥。哎呦，马天，起来，师傅，师傅，老师，各位辛苦啊！行了，快坐吧，快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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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坐坐坐，高老师坐。哎、啊，好像我会写字儿似的。这个很少看见各位穿西装啊。哎。穿上西装之后，确实每个人的状态都不太一样了啊。我们在上一期淘汰了我的外甥王九龙同学啊，他今天已经找我告辞了，并且带着一套准备参加这一期的西装回北京了。我的心里还是很难过的，但是呢，走了穿红的还得来挂绿的，所以说按照我们的规则来说是需要有一个补位的。很高兴我们今天迎来我们的补位的新人啊，来。请曹鹤阳同学。呀，哎呦，呀，哎呦，郭大哥，您好，您好，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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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必须要欢迎吗？还是怎么样？我是必须要欢迎一下，我怎么也得出于大道之间的关系欢迎欢迎。不是，等会儿你坐这儿来吧，你坐吧，你坐吧，那我就坐这儿。不是，咱们有特权吗？咱们是吧？请坐吧。啊啊，不用讲讲话什么吗？哎，你没有资格。一个补位的讲什么话呀？啊，这个我那天看了一张老照片，就是烧饼和曹鹤阳小时候的照片。那个烧饼很胖，曹鹤阳很瘦。现在突然间一看他，真是你都快成张鹤伦了啊！还好比他瘦一点点，那不能再胖了啊！哎，好好，这个你也是公司的门面呢。哎哎，对啊，作为这次从总部闭嘴、啊，公司有很多的门啊，不差你这门面。一般不问，你少说两句就行了啊。哎哎，这个除了于老师没在啊，今天咱们人基本都齐了啊。嗯，德云逗笑社咱们内部一个高级的机密会议。咱们有句老话，法不穿漏耳，会议上所说的一切问题请大家该记录记录，但是严禁外泄啊，以免被人耻笑。别告诉于谦老师。哎，往小了说呢，咱们是一个民间的班社，一个相声团体，但是换个角度说呢，我们也是一个文化的公司。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一个团体不管是公司还是相声社团，其实领头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啊，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栾云平啊，他的这个位置和能量是不容小觑的。我也想问问在座的各位，通过这一段时间接触下来，你们对栾副总有没有什么意见？我觉得啊，让张鹤伦谈一谈。好，那我就从这个创新方面，我觉得应该。栾哥啊，应该接受一下。好，年轻人很多，年轻人的想法，
人家是个捧哏演员，怎么创新啊？栾哥在我们演的新节目里边发挥也都很好啊。哦，你那意思只有一个就爱创新的逗哏才能带动栾哥是吧呢？就是说栾哥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我有什么作品栾哥都能配合好。那个先不要打断张浩伦同志的胡说。哦，好。我提的意见就是栾哥需要接受新鲜事物、新鞭作品，在剧场当中也鞭策大家多多的创新。那个师傅，我还想有商演呢，我就说到这儿了，好不好？那不对，这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安排你演出是公司的问题，对，并不是栾云平一己之见。这话太对了，所以我就问一下，为什么啊？这个栾云平没怎么安排张鹤伦啊？他的演出节目过于新。反杀！希望张鹤伦在后年的商演节目中表现得好一些啊！后冬五年，我后年了，我明年都没有了。这也没说出什么，你们这都对他没意见是吗？来吧，烧饼，你来吧，你给来点狠的。不是你，咱先说你负责德云社副总这个位置，你是负责什么类型的副总？德云社有好多部门呢，您算哪个部门副总？小卖部。我觉得他这副总有几点做的不好，说来听听。第一啊，就说这个演出人找咱来了，比如说这一个活找人岳云鹏了，哎，这架没谈拢，往下还能发呢，咱别让这活跑了。哦，那我说两句。哎，好吧，比如说找到了烧饼，不提价拢不拢，绝对不能拿差的去顶，宁可这钱咱不挣了，不能倒德云社牌子。还有对这个业绩问题你全面了解吗？咱们德云社去年一共演了多少张演出，这个商演有多少，小剧场有多少，每个队每个月的业绩是多少，你有没有一个评判标准？你怎么知道我各个小剧场不值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各个队的票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张嘴就这么说呀？你经过调查了吗？还有什么问题？来吧，提吧。这谁还敢提呀、啊？这都提出这一个，好家伙，栾哥劈头盖脸一顿，哎，我觉得应该表扬烧饼。对，他敢说敢问，这就这劲儿，对，挺好。那个岳云鹏，哎，你跟栾云平是边上边下成长起来的，是的，不管是年龄、资历、方方面面啊。你肯定比其他人看得更远一些，嗯。另外，他们岁数小，有的话可能不敢说得这么透彻啊。你有什么意见没有？对栾云平，说实话，我跟栾副总在一起确实是时间是最长的，我们差不多十几年。我印象特别深，我有一个包袱，我这个包袱使完之后下来，小栾跟我说：“哇，这个包袱真好。”这句话我记一辈子，因为他从来没有夸过我。在我心里，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造诣比较高的人，他下来夸了我这句之后，我那会儿觉得我特别好，我觉得我的包还挺能入他眼的，我觉得我挺好的，当时都哭了。但是，类似这样的，这个夸人表扬人，他不会，他话里带刺儿的时候太多了。他有的时候因为他的位置太高了，他有的时候那个刺儿扎完之后有可能人家疼好几天，他自己一点感觉没有。他最大特点就是啊，冷脸子热心，他心不坏，不管是为了公司为了演出为了什么啊，他的出发点都是对的，但他的表达方式呢他也习惯这样的，这个呢适当的也需要他去调整一下。这个德云社呢是一个传统的班社式的文化公司，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咱们可以这样，我们也可以试一试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模式。所以呢今天我们董事会的第二个议题呢就是要在副总之上选出一位 COO 来。 COO 对，这公司里边有 CO 有 COO 有 UFO 有 XO。 没有那么说。这个所谓的 COO 指的是什么呢？ COO 其实用简单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在这个首席运营官手下的这么一个大管家，比如说就是比我身份低一点儿，在他身份又高一块，是这么一个身份。哎，在你们各位当中包括栾云平，
依然可以参与竞选。我们这样啊，待会儿挨个的做一下你们的述职报告，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这个决心和你这个独特竞争的技术手段。根据你们十个人的发言呢，其中会有被淘汰的。按照比例来说呢，将会有三个人被淘汰，不参加 COO 的竞选。怎么淘汰这三个人，才是严格的按照我的喜好来决定的。哦，他说了算。谁愿意第一个来啊？好，我明白了，把头扎在那个文件夹里的孟鹤堂，这是一种暗示的方法，告诉我吸引您注意呢。对，我一下就注意到了。嗯，我还没准备好。哦，那你推荐一个人吧。那就准备好的那个秦霄贤说吧。好，我们的当红小生啊，著名网红表演艺术家。哎，瞪瞪你那衣服。嗯，我觉得我非常有能力当这个大管家。还大管家 COO，sorry，sorry， 他像是拿钥匙这个。客房部经理，你可能就是。我认为我非常能胜任这个 COO。Oh my god， 非常好。我了解现在当今社会，现在年轻孩子都喜欢听点什么。喜欢看点什么，对不对？啊，我一定会带你。等一下，哎，你想好你是怎样能把德云社带到一个新高度？我会怎么能带领大家进入新的高度？你坐下吧。哎，好嘞，难为你了，兄弟。上九七，嗯，来吧，不要假装写东西，以为我就那么放过你。他在画画。你那玩意儿有啥呀？你给大家伙看看你那画的啥？对，我画了一个周九良，还挺像。我看看，不好好开会，这瞎画什么呢？这儿也有个画家，咱这画的也不错呀，咱得知道画谁呀。谁让你画画呢？哎，咱这开会呢，咱这开会，这是我昨天画的，我带过来想送师傅。哎，你站在那个高小贝身后罚站。把本儿把纸放下，哎，不许拿。我是不这么拿着。别画，你撂下啊！站他俩身后边，谁让你画画呢？画那么次，我们可以允许一个画的，不允许俩画的啊。说正事儿，比如说你要竞争高管 COO， 高管时间紧，工作压力也大，对啊，比如说你能不能做到像栾云平那样，有事说事，板起脸来不怕得罪人？没有问题，就是这个表情管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想法，就是 international 化一些，就是整个我有一个很好的 idea。你先把这 COO 给我们翻译。COO 就是 company， 哇哦哇哦，他也不知道，跟我那 Oh my god 有啥区别？还都是现编的。以后不要看一些个电视剧了啊。好的，师傅，你得看一些日子新闻，调整一下了。先坐下吧。好嘞，师傅啊。嗯。张鹤伦躲不了。哎呀，这个你如果作为公司的 COO 高管啊，你是怎么准备带领德云社上一个新高度啊？是不是要上市啊？并购啊？就这类话题，希望你谈一下。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师傅，他写的也是这个。哎，你看，那模仿您那字体，模仿我师傅的字体。哎呦，这个要是我当这个 CEO 啊 ，CEO， 你要当 CEO， 你就坐我这儿。不是，那个是待会儿再说。我先当 CEO， 啊，我当 COO 啊，这个我觉得我的理念就是，先继承传统，第二步就是创新，包装演员，让演员有发展，然后也更挣钱，这是我的方案，就是符合年轻人，毕竟将来听相声的也都是年轻人。然后呢，我觉得我能当这个 COO， 因为算卦的说，
我行。算卦，你这事业都是找算卦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吧，比如说啊，你现在已经当选了公司的 CEO 高管啊，今天晚上有一个跨国集团的演出商来找我们谈事儿来了，马上要出门的话呢，栾云平来电话了，说心情不好，好多师兄弟呢就抨击他，需要你去陪他喝酒，缓解一下内心的悲痛。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处理？那先跟栾哥喝点酒，那我时间是冲突的啊，时间是冲突的。那我得先安排这个客户，我要考虑公司的集体利益。比如说到年终了，我们要分配一些奖金，你有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啊？奖金分配的既合理又合情，所有人都满足。奖金的这个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努力的人必须要给他回报。这个说的对，你凭什么演的少挣那么多呢？对不对啊？嗯，行，请坐。啊，谢谢，谢谢 CEO。CEO， 谢谢，接着跟您换换。我这个位置可能要不保啊。曹鹤阳，哎啊啊，来，哦，到我了是吧？到你了啊。本人在德云社工作的年头也不少了，一直从事德云五队的副职工作，所以说我对稍微高层一点的工作我还是很有了解的。然后这次呢，既然竞选这个职位呢，我觉得首先来说自荐的话，一定要先做到栾哥这个程度。你也能像他一样拉下脸来说话吗？太能了。我们站起来，你站起来，你看站挺好的吗？是不是？所以说对我们关系一直能维持得非常的好。那个孟鹤堂回来坐那儿去，去坐那儿去，坐那儿去。曹鹤阳，哎，去站那儿冷静会儿去，回去。这实在是没见过观众了，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这是我搭档，实在不好意思啊，见谅见谅，各位见谅见谅。来吧，请丙队长述职吧。我还真写了一下，第一是我觉得先是提升这个业绩，每一个队呢都有队长，然后队长呢把自己的这个业绩呢每年定一下档，然后呢想给公司带来什么效益。第二呢，咱们应该做到一个 IP， 咱们作为德云社的一个 IP 来说，我觉得应该在衣食住行这三方面多多发展。弄成真事了哈。孟堂，哎，罚站去，去很乐呢。没说你回来，一块儿。第三就是说什么呢？要全民对德云社呢有一个新的认知，就是德云社已经不是传统的一个行业了，它带动的是全民的一个笑声。我们要做到全民相声，笑对人间。谢谢大家，我的述职报告结束了啊，谢谢。还是真是值得表扬啊。对，栾副总，哎，你还希望在你这个身份上提一格吗？在大家要评选呢，我也有必要提一提了。对呀，我说一说我的优点。好，最主要的一点呢，是我有工作经验，也许会比大家管理的呢更好一些。如果要大家呢管理我呢，我也不太服气。嗯，我的话说完了。好，坐回来吧，你们俩。哎，谢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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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孟堂师傅，关于你做了公司的 COO 之后，你是怎么处理整个办公室的卫生问题？保洁这一块，你讲讲。这个需要一些个自动化的一些个抹布啊，抹布啊，还有这个扫地机器人。自动抹布。我呢，首先一点，我不太适合当领导，因为我心软啊，嘴也软，所以说呢，我是只是给公司提一个建议，我愿意负责刚才丙哥说的一些个事宜。哎，那我能站起来再拉拉票吗？但是这个职位给我呢，我也会努力的去学习做好。谢谢师傅。好，请坐吧。好，谢谢师傅。杨九郎，这个 COO， 我刚才特地啊，我百度我查了一下，这有三个单词组成的，是 Chief。Operating Officer 就是简单的是重要的经营管理者。你是百度完了之后都写那本上了？哎，写这儿了，师傅。啊，哎，那你告诉我在那，我自个儿搜就得了呗。我干嘛用你给我念一遍呢？没事没事，就一样，我写您写都一样。好，九郎可以坐下了。谢谢师傅。不客气，因为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嗯，周九良，哎，是吧？戴个眼镜冒充文化人的样子。哎，这个
刚才这几位说的都非常好，非常的这个不要这些个虚话套子话没用啊。在他们这个提议之上呢，我还想提一下，咱们一定要坚守这个传统，每个演员的这个业务要提高。有很多演员啊，比如你举一个例子说出他的名字来。哎，秦霄贤，也就说他了。请坐吧。云鹏，坐。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哦，好。高小贝、刘晓婷，请先把尚九锡同学抬出去。嗯，老师，我先走了。不客气。嗯，好，把真抬出去。哎，好好，好，好家伙，没点力气都干不了这活。拜拜，师傅再见。哎呦呵。第二个，这个我想问，有一个单词，刚才说那个单词到现在我没有完整的想起来。周杰伦那个单词是什么来着？那叫他抬出去，这就可以了。对。还剩一个名额啊，来，你们俩是搭得动张鹤伦啊，还是搭得动杨九郎啊？来，栾副总，现在挑选的是在你之上的 COO， 这个权利交你决定啊，在九郎和鹤伦之间挑选一位。哦，那我咱也不想灯不想火，您俩是脆丁壳，谁输了谁给搭出去，好不好？好，脆丁壳。拜拜，师傅，我走了。好，得嘞。拳头还是过硬吗？大。哎，等会儿。哎，等一会儿，我的眼镜，我的眼镜还在那儿呢，我还没躺下呢。这里有电梯卡，待会儿你们要在这里面依次来抽取，他会指导你们到完成任务的楼层去。啊，来吧，依次来吧。随便来一个。给我给你抽了一个。你这是啥？13F。你这是多少？13。十八层，那你很近。待会儿我要在顶层等着你们，谁最先能够到达19层的人，谁可能就是最终的 COO 的候选人。第一季收官了，大团圆了哈，转眼间最后一期了，心里不是难过，还有点不舍的。什么时候第二季开？我们有一句属于咱们的名言，不知您记得不记得？您说，无黑幕不得云。德云社这10年来所参加的喜剧节目，最大的黑幕您知道是什么吗？嗯，最大的黑幕就是德云社不能夺冠。哎，夺冠就容易被人说是黑幕，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让的过程当中。哦，要我在。让的过程中荡漾啊，但是现在咱们自己做节目了，我们就不用考虑这么多的各种因素了。不让爹了，有一句老话，当人不让，怪人才让，爱让不让。所以说呢，就涉及到黑幕这俩字儿。您是给我们交代点什么任务啊？咱对呀、啊，今天主题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干嘛。咱们这样吧，好不好？秉承了咱们这一贯的这个标准啊，嗯，我呢负责操纵黑幕，你们爷儿仨呢实施安排黑幕。哎呦，啊，咱们真来一回是吧？这就是个黑幕。我们参观一下可以吧？是吧？来，开幕。电动的，嘿，怎么样？这说书人终于露面了啊，来现场了。7期说书人都是前后啊。谁才是真正的德云一哥？且听下回分解。他们都不知道咱们在看他们。哦，我就想去操纵黑幕。最后一期了，然后这节目是给决一个冠军。最后一期，人家节目组就决定让我来补位。什么？嗯，我补位。哎呦喂，多一捧哏的啊！这要来一捧哏的，这可有意思了。这个，咱万一说他第一名了，对，我们前面白干了。我一猜就是吧。这回你知道这节目有多难了吧？他们都这样，我的天，难着呢。一开始啊，他们说让我补位，后来我觉得这确实不合适，因为这不公平。你到底是不是补位的？不是，咱没有话语权。对，就是咱就是听歌就行了。打架不要打架，那些打起来，不要打，别打呀！听我说话。哎，好嘞。站起，
我凭什么站起来、啊？敢吼我们这流量最大的，你真是没录过这节目，你这节目谁跟老秦说话不得客客气气的？不是，不是，大姐，来来来，你上前面，你上前面，快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我是不了解现在形势啊，我不了解形，没事，都一样都一样。不是哥，他让你坐下了吗？啊，站起，站起，哎，都说翻脸就翻脸，我都把 C 位都让给他了都。估计要到最后要是这样的话，一定是秦霄贤分数会最高，因为他现场观众会左右最后那个投票。哟，您操控不了啊？我一会儿就先封杀他，我让演出部给他打一电话，叫他回家啊。小月，你这叫才叫黑幕呢。对你这一拱火，我就听你的啊，导演。那现在就进入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了。哟，坏了啊！那就现在每人。挨个出去说一下你心目当中这次节目的排名，这个票数决定性非常大。那你说吧，谁出去？快啊！我先出去。你先出去，快，现在就去。我是不是出去，把你认为当中的他们当中的座次写出来，然后留在外边。啊，那我就有点造次了吧。他是这样的啊，他们在那头。咱们现在呢也干一会儿，别闲着。嗯，我有几张卡片，咱们抽一下，抽一下上面的数字，看看一会儿跟他们那个能否对得上。好，您比如说您抽了一个二，嗯，哎，这二呢，他那一会儿显示是烧饼，那您今天就对烧饼下手。OK， 好不好？好，来，你先来吧，挨着近啊。盲抽，盲抽，对，就这个吧。哎，这不在于你忙不忙，你知道吗？他那边跟我没关系、啊，其实随便来一张。哟，第四。是吧？嗯嘞，来儿子。哎呦呵，我了不得了，发了财了。我呀，哎，我得来一个，我来这个吧。哎，那么出来，哟，第二个行。嘿，我来是最后一个吧。您可太黑幕了，您这个。本节目最终解释权归郭德纲所有。这黑幕绝对栾云平第一名，然后饼哥作为那个儿徒第二名。然后，秦霄贤，流量第三名，我，作品还行，第四名，张可伦作品也不错，第五名，然后这第七，上一期第八吧，行。栾哥一直受到师傅的恩宠和保护啊，所以说呢，栾哥得拿个第一，我就可以进去了哈，下一个吧。怎么样？没怎么样，就是按我心里边那个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排的呀。我想问问您，您心里边怎么排的呀？不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太复杂。我觉得第一来啊，咱们这行业第一先拼创作，创作很重要。那你觉得谁创作好啊？对呀、啊。而但我觉得这节目老秦是一个特别好证明自个儿的一个过程，特别好。养成戏嘛，是有作品的。我觉得演员有作品太重要了。哥，你坐回来吧。啊，你坐，我是夸你，你得往那儿去。没什么，一样，都养，都养，都养。嘿，哟，这干嘛？要想把那倒出来，拆迁呢？他想看看文姐啊。他给我写一第六啊！我也给你写一第六，不完了吧？剩下就随便排了，对不对？五，第六名孟鹤堂啊。何伦第五，他可挺谦虚，自己第八。这个栾哥呀，你们都那么排了，我就别给你们犯横了，就对吧？这肯定第一。然后饼哥也是云字科的，对吧？我们爷俩很有可能还就是栾平和烧饼。对，一般那头来说，肯定都优先给那俩人。饼仔，咱期待一下饼仔。饼饼啊，给谁第一看看？栾平第八。饼不按那来，行，栾平第八。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行。反正我不管观众乐不乐意，我挺开心。怎么乐成那样？对，至于不至于？猜猜老秦的啊，网红啊。你还往里看，这跟周九强一个地儿叫的这。你们这。他都有白头发了，这可不，这孩子七十多了，
罗云平第八。我看见了，给他启发了，他敢写罗云平第八，他就有包袱了。我觉得这样是对的。罗云平第一，就都是第一，所以顺治位呢，我就是第八了。啊，他全并列啊，全第一啊，嗯，自己第八。完了，龙哥，挺有意思这个排名。你看，你这有没有可能给秦向前第八？哦、有，他干得出来，他什么都干得出来。那咱们就把罗元平推上风口浪尖了啊！第一名肯定写罗元平了，第八名肯定是烧饼。孟和呢？怎么少一个呀？你跟他塞进一张去，我跟他去看去。我新鲜啊！我怀疑你把人家都看了一遍。不一张。哎，不，你要这破坏规则，那你要、啊、他还真给看了。哎，那他作弊了啊！而且我先是这样的，一到这栾平名被红，这是什么？这就周环节，去！这怎么全出来了？哎呀，哎呀，你看这怎么回事？哎、箱子坏了呀！把箱子拆了。我现在说，如果要是这种不合规则，那就算废票了，那就是没有了。这什么玩意儿？这写的，这等于说除了萧贤第八，其他都是第一啊？这谁写的？这肯定是他写的呀。你写的呀？啊，他怕得罪人，这就挺有意思。怎么还太实诚？那这你们俩这就算废票了，那没办法了啊。你们俩就算废票了，我这人跟我划了，我凭什么算废票了呀？他为什么划你啊？哦，对，这不赖你，不赖你，还会。现在这谁弄的？这是不是这个没在选举的时候我就弄了？对，上来就划了。你就一来这咔，心里人划了啊？我以为划着玩呢。你平时划着玩，你不划你划你玩划着玩啊？老秦，现在你的问题啊，我再谨慎提醒你一遍，你是这么填，你还是一张废票，你还要填一张有效票。我重新好好填一个吧。但你这个偷看，这是个问题啊。来惩罚一下团队吧，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选。哎，这好，这是个主意。好，我能看看。哇，来，当中来吧。行嘞。其实这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改变今天这个所有节目的走向了，就是当众写跟背着写。嗯。能改变的人坐这儿了，他们以为他们就能改变吗？嗯，我儿子说的对，是的。这个孟鹤堂写我第一了，他得名列前茅一点了。谢。这个周良肯也写我第一，他名列前茅一点了。六五，行吧，好不好？好，剩下就背着填了。文哥很有可能最后
这是我心目当中的排名啊。我是不是今天商演又没了？我分析我这个背不住栾平或者孟鹤堂，面儿大。我这个饼的面大，是不是第八？第八不好说，这特别难弄，不好算。所有人都大部分都填自个儿。对，好了是吗？来来，给我，来，好。现在有一个名次，你们按这个名次分别走出这个屋，然后你们就知道究竟后边这游戏怎么玩。好。第一，孟鹤堂。哎呦我天哪！快，这是大家公投的结果。哟，谢谢。第一位必好啊，这个。那头前六名将乘坐汽车进行接下来的游戏，而最后两名可能真的有点惨。贺伦第四，那换一个。您那个呢？我这一号啊。哪一个？孟鹤堂。哦，孟鹤堂啊，儿子。二号是平儿哥哥。嘿，我这是第八。哎，我家大西西啊，上大西啊。咱们开始行使咱们黑幕吧啊！九良，因为你是第七名，所以咱们的交通工具只能是自行车，你选一辆吧。这有什么可选的？这俩不一样吗？不是，他们都走了啊？对，都走。谁能搭我一趟啊？哟。啊，您待遇现在也跟我一样了。是啊，咱都这个啊，不是，咱们这是这个，咱是这个，咱俩挺浪漫啊，咱低碳嘛，对吧？低碳环保啊，你打一车，快，我哪有钱？你可真逗，我要有钱，我让你打车。你准备登到哪儿啊？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找这是东五环。这是东五环，弟弟。我们现在在东五环，然后我们现在要骑车，然后回到二环内，南二环内的剧场，然后去找人。晚上见吧。咱不行，咱就在这儿。完了，你这，你愿意吗？我愿意啊。对呀，我俩一逗哏一捧哏的。周老师，你愿意吗？我不愿意。他还是愿意骑车。